你让观众看一下，你用陈汉典做示范，你当时怎么抱他公公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就是，哎，小心，当时很嗨嘛，然后会，然后大家在那边就，这是你公公吗？对，然后说，哎，爸爸下来跳啊，爸爸快点一起跳，我好闷呐。然后 A 人就是去弄他，去弄他，去弄他，我这 A 人说去弄他的啦，弄他是 A 人呐，弄他是，哇，大家开心跳，哎，换一条了。你公公，对，直接，你公公，因为我就说，哎，爸爸，快点跟我们一起跳舞了，他是王洪恩，然后我就怂恿的啦，然后我就过去跟他跳，对，然后我就直接，真的假的？别闹了啦，没有这样了，真的，然后因为本来，你公公为什么要把脚张开？不是因为我公公本来想说他下去，然后跟大家热舞，然后。就说快点跟他公公热舞，然后我们本来都以为他是要这样，哎，徐伯伯，结果他就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就这样，徐伯伯，然后就把他架起来，然后就一直在那走。然后，哎，我公公是股市，你知道股市大分，对啊，很害羞，他就继续这样，然后就被他这样放在那。结果，然后我就说，我会给我放下来，给我放下来。黑人一直说，耶耶耶，多尴尬！而且你像看我媳妇跟他对看，然后他是在那种情况下，他就说你来啊，来随时都可以用。可是我一去又等很久，所以那时候我跟他 complain 很久，我说你再让我等的话，我就不去你店里用了。然后我就说那我去我原本的一些设计师用。他说如果你敢去找别的发型师，我们就分手。很严重，好幼，为什么？他少弄你一个头发，应该很高兴才对啊，因为收不到你的钱，没面子啊。他自己男友是知名发型师，他怎么可能？可是为什么你不能在家他帮你剪嘞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心情就像，比如说我公公是很厉害的投资者，然后我却找别人帮我投资股票，你觉得我公公脸要往哪放？你是找别人帮你投资啊？对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矮父母常常生出高小孩。对，刚自己说不要说矮这个字啊，个子不高的父母，迷你父母大小孩。因为像你知道，我公婆他们就是小巨人，小巨人，因为他们都是差不多16，我公公是162、163。他有啊，你在这里讲这件事吗？可是他在我身边是小巨人，就是聪明绝顶，然后懂好多知识，非常的。你的公公他告诉大家你162哦，167啦。因为就是有人呢，一到一结了婚之后，就会觉得对方讲的话就不会很想要去接他。没错，其实是这样。就跟别人好像聊得很。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好像是替你自己问的。没有没有，公公你不要否认，真的，我跟我公公也很聊得来。公公危险，是吧？你想要来试试看吗？可是我现在这个也不是，我怕我一趴整会不会太夸张？这样收视率会高。你帮我拉一下，不然太恶了吧？这样子拉住吗？我公婆是看到成何体统啊！这样拉住可以吗？把我公公爱上了。如果结婚只是为了让父母亲高兴的话，那就冥婚就好了。对啊，冥婚那也是结啦。哦，就不用有一个空气，不用有一个真人，是不是？有人睡在旁边，就是比较不会怕，更害怕把一个神主牌位。你说真的结婚的话，结婚的好处就有一个人睡在旁边，你不会怕。因为像我是不敢一个人睡，我一定要。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会虐待你的，精神虐待的，你会不会害怕吗？嗯，就如果摒除这个的话，因为他每天在床上背对着你，你都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是啊。或者是把他翻过来说，哎，你在想什么？一转过来根本不是你老公，不是你公公。不好意思，喝醉。怎么？所以中国人一般讲说，做官的人背后放一个山，考试有靠山，这是真的有道理的，是有道理的。你公公背后有放一座山的话吗？还是写着忍，因为他们家有了你以后就好像是我的全罗海报。对，不要超过5张应该就可以。内衣裤吧，睡衣。对，你看那上面的那个睡衣，前方有贴毛的三角裤。对，好可爱哦，是蕾丝吧？对呀，给我，快给我公公看。去啊！回去要回到说爸爸回来喽。拿风扇去吹自己。请看。哇，一生一定用得到的，好不好？别人都特别好，好不好？好时尚啊！时不时尚？他耳朵都烧掉了。
赵哥，这你可以说，赵哥这你可以用啊，赵哥你很需要哎，对啊，晚上天冷的时候你。所以加护病房才用得到。你今天换尿壶送给我公公，他会生气吗？我不想要脱音的尿壶吧。其他的包括 S 在内，另外五位妈妈，这一叠那个医学三字经的，有人要举手？我可以转送给我公公吗？你有公公也是学医的。破他说不要再出去拍广告。就比如说像壮阳的那种就没办法。壮阳你也想接啊？那也可以。我是说，比如说那样子的。你看你把别的女明星逼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就对，把人家逼到壮阳那边去了。壮阳你不接是我 OK 啊？你接我可以送我公公吗？可是他起来之后，他拖鞋就放在床下面，然后他就要去穿拖鞋。他一穿拖鞋，他脚因为我躺在我趴在床底下嘛，他脚一伸到拖鞋里面的时候。我就从下面这样抓他的脚，哇，好好玩啊！他就啊，然后腿都软掉，就不能动那种。这个好，我一定要跟我公公玩。这样，我故意把脚放下来，然后我就抓，吓得他屁滚尿流。你有毛病啊！他是中神，他被警察整到。他把床单掀起来，我还说 surprise。哎，他就是整个人，虽然讲话很轻，可是听得非常清楚。真的，因为麦克风开得大嘛，很棒的舞台剧演员。那部戏赚了很多人热泪耶，因为我公公他其实是就是台东人嘛，然后我想说他不是眷村的人，看了会不会有感觉？然后他说他们看了也很感动，然后他说那个灯一亮，旁边一个他不认识的老先生就说就跟我公公搭讪，说我是那个空军的，然后他说这部戏演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。然后两个人就接吻，如果没有这一段，所以你拍人家屁股的意思是怎样？我没有拍屁股，他讲了嘛，前面啊，除非对方的屁股长在前面，他打招呼是弄前面的。哎呀，眷村好玩呢，好玩呢，好玩，好玩。伟忠哥，那你下次要拍我公公？台湾人好像比较没有在玩这种。你如果看到我跟你公公见面这样子，尴尬吧？他比旁边那两位还要幼稚。因为我是看他旁边牌子。我想也是，应该是个台下人。我老婆屁股，我蛮幼稚的。哇，你要聊这么深哦？是这样吗？对，是这样，这种拜观音啊，这就是从我们已经玩了十几年了吧。这不算幼稚，这是情趣了。不是，那要看他有没有喜欢玩啊。不喜欢。对呀。很不喜欢玩，反正就是每次他走楼梯，别的事情。他只要走楼梯，他走在我前面，我就会想戳他一下。我也会，我就会想戳，然后就戳了，真的十几年。但你也会，你前面两三次，前面的任何人都戳吗？我看到屁股就会想要戳，所以是公公在前面呢。就是搀扶他。夏雨桐，你会找男生去看伍迪·艾伦的电影吗？会啊，我会想要就是把我喜欢看的电影，我也想要让对方也了解。所以如果男生回答说他看不懂，那我可以先从 DVD 来开始为您介绍。哇 ，DVD 这个重了吧？我想全台湾的男生对 DVD 这件事应该都蛮了解。如果说是我喜欢的，博彦 DVD 的意思就是要那个吗？关键字，关键字啊，就是说你要不要来我家看 DVD 或什么，就是很奇怪，就是相差不远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看嘛，对。而且 DVD 就在私密空间，而且 DVD 不知道会放什么片。可是我想跟我公公一起看 DVD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所以你公公可能已经怀抱着错误的期望，度过很多年。他都会先换睡衣，我就想说，爸爸不需要这样。可是我有的朋友是跟他很像，就是身材太好，然后妈妈就说不行，因为他真的是，而且是连他男友自己都有发现，就是他爸爸在跟他女朋友讲话的时候都在看胸部，对，就是看着胸部然后跟他讲，哪有这种公公就没有办法，就是那个下意识就会这样看到男人的本能，可能公公就是眼皮下垂。而且就算让公公眼睛吃一下冰淇淋，只要不会真的怎么样就算了。像我就会定期的，就是不穿胸罩在家里走来走去，就是孝顺呢。
我觉得这件事成立耶，是成立，因为我在录影闲暇之余跟另外一个人聊天，然后他说他的朋友最近很烦恼这件事情，因为他公公都会偷他 Facebook 的照片，而且是比基尼照片，把儿子咔掉，只留媳妇，对。然后是真的公公了，是真的公公，然后已经有小孩了。是老公公还是说是这年轻的公公？什么叫老公公？老公公，有一点年纪。那个公公几岁？好像也是五六十、六十吧。可是他说真的是这样，所以他现在很困扰，到底该搬走好尴尬哦，尴尬。所以这个我觉得成立耶。等一下，他怎么公公怎么被发现他储存媳妇？因为他发现他的那个电脑就是好像有一些资料夹打开来，怎么都是他的泳装照。所以公公还会裁图，还用他的电脑。对，他会用他的电脑，然后就把他的照片当录下来。这算是很科技的公公。现在四五十岁就能当公公好不好？你们不要把公公想成那种。可是公公会裁照片，这很。还可能还会抽象。小心，小心有。公公还可能把他本人的照片放到你的照片旁边。因为回到家一定要跟我公婆问好，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故意敲很小声的门，然后敲完之后就把门打开，然后婆婆就看到我说，你告诉他吓人家。你干嘛啦？我说我有敲门，怎么还吓人家？因为呢，就是可能我太太在还是单身的时候，我的岳母呢习惯性的会去每一个房间收衣服 ，OK， 脏衣服，因为他们可能脏衣服，可能在浴室就脱下来，听起来很合理耶。第二天早上呢，他们就会，我的岳母就会把衣服收走，所以岳母是把衣服从你身上脱下来。怎么会这样？好尴尬！是要讲这个故事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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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对，你公公就穿内裤在那边。他有时候正在换的时候，就没料到我会开门啊，然后就会若无其事说：“哎，西弟你回来了。”他也不能就是很慌张这样，赶快穿起来，依然就有失长辈的那种气度，他就要很不在乎的说：“啊，吃饭了没？”然后在那口音。你干嘛不先敲门？我觉得故意敲得很小声呢，想说会不会看到什么精彩的东西。